各位，现在就是星期四晚，大家呢又是讲述。咁上文呢我曾经讲过有一个名呢叫紫洞艇，咁又名花房。咁紫洞艇呢这个字呢当年呢我同阿陶杰呢喺呢个亚洲电视做西游曲呢个斑马在线嘅时候呢居然呢出字幕出咗另外三个字喎，笑大人嘅口喎。紫呢佢唔系写紫色嘅紫，写张纸嘅紫。洞呢佢唔系写山洞嘅洞，佢系写咗呢喐动嘅洞，睇得个艇字啊。咁真系激死呢我同阿陶杰。或者唔系咁多后生仔呢系认识紫洞艇。喺广州呢就三十年代时候是消费非常高的场所来的。就 high class 过现在所谓当年的大富豪啊中国城的。一般市民呢薪水呢可能得两三块钱。咁呢个艇上呢一个晚上最低消费都要10蚊以上。咁大富豪呢讨好啲妓女呢花钱呢就不在所不计。一出手呢真係一掷千金。真係呢成万银咁样抌出嚟嘅。咁去得紫洞艇陪你飲酒嘅呢都係高级嘅妓女。所以高级者呢即係话呢有身价嘅。啲身价呢唔係我哋卖身喎，係佢出席呢个宴会呢佢已经呢係一个。咁所以呢紫洞艇呢原来呢係一个地方名。紫洞艇呢嘅大小呢就不一嘅。里头呢好似餐厅咁呢佢有厅有房。咁船头呢就较为阔。平面呢的方形，咁家私呢极尽华丽，好多时呢就好多系紫檀木做嘅，所以个紫就是紫檀木嘅意思。我睇过好多门面呢，紫洞嘅门面呢嗰啲雕呢真系紫檀木，系好贵嘅木，而家差唔多呢都绝迹噶啦。咁陈设呢最少呢都花梨啦啩，花梨木、老花梨木或者酸枝，咁再加埋嵌咗啲好靓嘅贝壳上去。咁至于呢食啲乜嘢呢，喺紫洞艇上高开宴呢，自然呢就食嘅嘢呢係好讲究。咁曾经呢我得邀呢去过香港嘅呢个容记，咁做咗一个呢风月宴。咁同郑宝雄先生呢同埋老友沈西成呢就一起讲。咁郑宝雄先生呢系呢方面嘅专家啦。即系喺香港嘅记忆呢佢虽然冇亲历过，但呢研究咗好相当耐时间。咁真係呢好真资料好矜贵。咁通常呢山珍海错呢就在所不免啦。因为嗰啲咁样公子哥儿上到艇呢欢宴嘅时候呢所谓英雄地呀，大家呢都唔会话执输食啲平嘢㗎啦。梗係呢要搵啲贵价唔饱嘅，同埋呢非常之矜贵嘅包心刺肚嘅做法大家食。咁呢个呢大家如果睇过嗰个风月宴呢我不再喺度多讲啦。咁讲到呢当年飲咩酒呢，咁花酒係飲咩酒呢，咁
可能这个问题呢都相当考起的。一定是不是好像现在喝红酒白酒法国红酒白酒的咯。那么是不是喝双精呢茅台呢五加皮呢玫瑰露呢又未必喎。因为那些当老土的。咁所以呢喺多方调查嘅询问之下呢就睇到一个当年啊三十年代呢嘅饮花酒嘅真相。原来呢係饮緊呢法国酒。法国名酒添 ,Blandy。啲白兰地呢个三个字呢听闻呢係我哋孙中山先生呢翻译过嚟嘅 ,Brandy, 白兰地亦一百个兰花嘅地哇真係呢好风雅绝俗咁酒香扑鼻一諗起呢真係呢令人醒神。咁当然呢飲花酒呢又未必一定飲醉嘅。中间呢就要有好多玩游戏。咁当然当年冇色盅囉唔会玩色盅对唔住冇呢家。但差妹呢有嘅。差广东妹。发财啊开晒啊 ,3.4 啊 ,5 啊 ,6 啊冇五号啊真係奇怪。咁但呢这个差妹呢未必够这些姑娘差。一个慢慢差呢真的个技术呢是胜好多人酬。咁当然呢又饮得又差得。而且呢好多时呢仲唱和得。咩叫唱和呢就是呢有阵时啲文人雅士呢上到去呢啲咁样嘅花房呢就诗兴嘅突然大发咩会吟起啲诗出嚟。啊无论你系五言七言或者律诗或者系绝句。呢啲小呢啲姑娘呢虽然冇正式去过卜卜斋读过但系呢文采呢相当精彩嘅。可以呢博住你嗰啲诗嘅韵同你呢作另外一首诗呢就大家可以唱和呢啲就叫唱和啦。呢啲使到文人雅士呢相当之冧晒哇估唔到呢呢啲所谓妓女呢都有一啲文学基础。咁当然呢而家呢时隔七十几八十年呢找不回的了。娼妓呢亦冇可能呢是能够吟诗作对又不能够呢唱和的。这些呢就当年的情怀而已。19世纪至20世纪的初呢广州呢有统计过。当年社会呢都是相当之繁华。因为呢当年呢在这个香港开埠之后呢仍然一个小渔港。未曾呢发展到成为一个好大型的国际都市。咁所以呢广州呢反而是一个国际性都市。咁广州当年呢有娼妓呢接近七八万人。如果用比例嚟计呢咁呢个数字都唔细㗎喎。咁所以呢呢、这个行业呢都相当兴起。咁呢个呢我都讲过呢乃系同广州呢嗰、那个地理环境有关系。咁佢系呢中西嘅海运嘅一个口岸嚟嘅，咁当然唔够香港所谓水深啦，广阔啦，唔系，咁但系咧行到入去
珠江嘅近住廣州嘅時候，啲建立好多咧洋行。歐洲嘅商人咧嚟港咧嚟華內華嘅貿易咧，亦日漸多。咁啊，所以咧嗰、那個地方繁榮起上嚟。地方繁榮咧，就係啲人使錢娛樂。咁啊，其中一個娛樂咧，就係昌妓館嘅性服務啦。咁華陽集住嘅地方咧，更加咧，咁啊，當年咧喺廣州沙面咧嘅妓館咧，聽聞咧數過就唔知有冇啦，有千手，有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咁樣。咁啊，昌妓咧，佢有好多唔同嘅別名嘅。譬如咧，我哋喺廣州傳嚟嘅，通常咧叫昌妓為之老舉。嗱，主即係呢個咧，呢、這個舉唔係舉人嘅舉喎，呢、這個咧係應該係雞字、妓字嘅轉音。咁十幾歲已經做妓女啦，咁咧廿歲以上咧就已經叫阿嫂啦。呢啲阿嫂，阿嫂唔係真係你阿哥嘅嫂。十八九歲咧就稱為橫梳，十五六歲咧就叫打邊仔，最少嘅咧就叫琵琶仔。啊，呢啲咧我哋上高都講過啦。咁啊，呢個咧係當年咧一個咁樣樣嘅名稱。咁啊，易上雲咧講到咧，大沙頭咧曾經咧。火燒連環船，因為嗰啲船咧，為咗平定啲嚟，即係唔使咧喺山喺嗰度水上高咧，俾行個船嘅浪咧漂泊打擊，咁又咧將嗰個船咧扣起上嚟，就正如咧火燒連環船咁樣，一隻起火，就隻隻起火，冇得走嘅。咁啊，燒毀咗好多。記得好似係宣統元年咧，1909年咧，大沙頭嘅財記咧嘅艇咧起火，咁啊珠江咧河上咧就一片火海，就最後咧統計下咧，燒咗咧60多隻花艇，死傷人咧就冚唪唥變成焦炭啦。都不能夠認得到，但係咧揾到個屍體咧，男女咧有700余人。咁啊，當時咧仲有好多官員咧，都喺嗰個火災場咧成為犧牲品啊。咁因為咁樣咧，所以咧。廣州嘅昌業咧，喺當年咧就一度咧就停咗落嚟，停曬落嚟啦。咁好啦，我哋再講翻食飯嘅艇咧，有大、中、細三樣啊。大艇咧就掛巨大嘅燈籠咧。就環繞住咧，纏住嘅呢個艇咧，就有好多燈火虛明嘅喎。咁當然咧，就喺桅杆咧，喺嗰啲船嘅桅杆度咧，都掛滿曬燈籠。夜晚睇上嚟咧，係一片繁華嘅景象，五光六色。咁亦咧，處處傳來咧歌聲，啊，傳來咧啲人飲宴嘅聲。差妹嘅聲，咁相當咧呢、這個有氣氛嘅。咁喺呢啲咁樣嘅環境底下咧，咁另外一種咧就係、是、叫做遊河艇。遊河艇咧就唔係正話擺宴啊，擺一啲
多人宴会嘅艇，系少少嘅枪，少少嘅相聚啊，游可咁啊，食啲比较轻可嘅食物。咁啊，呢啲艇咧，又叫四柱艇，又叫游艇，又叫洋板。佢分开两种嘅游艇、洋板。四柱艇咧就四条柱，就上高咧就拉咗一个篷，避咧啲雨水咯。咁啊，艇身咧就游咗天蓝色，啊前后咧有活动嘅窗帘，咁啊舒适雅观嘅。咁啊，艇头尖尖，咁啊两条柱啊撑起咗，前面两条柱撑起咗啲遮阴嘅棚，或者遮阳光嘅棚，或者遮雨水嘅棚咧，咁啊，你别有一番风貌啦。咁啊，坐喺船咧，就兜出去呢、这个珠江嘅河口咧，哇！如果有风咧，就正啦。风咧就啊。正所谓呢凉风有信、真係呢一阵风出嚟呢好凉爽，好写意。咁唔同香港当年呢嘅铜锣湾避风塘，我两堂都系呢个传统呢都系从广州传过嚟嘅。当年呢如果大家都去过铜锣湾避风塘呢，最早呢这个油麻地方可能都有的。这地方呢的油艇河呢其实呢几受罪。因为热天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去任何一间茶餐厅逗嚟到尽啦，它都有冷气。咁都是气温呢不会咁闷热。但是游船河呢在这艇上高呢，它没可能装到冷气。咁喺呢个艇上高咧，即使系开晒冇篷啦，但系咧仍然咧啲吹嚟嘅风咧系好热噶，就热风凛凛，凉到反而焗亲都未定。咁游艇河咧喺广州嗰个年代咧都已经有嘢食噶啦。咁啊，喺呢啲靓嘅四柱顶啊，或者呢游船可艇里边咧，都仲有一个有可以叫翻嚟啲艇仔咧，喺隔篱经过咧，专登咧就同你整碗粥，或者咧整个河粉，咁啊有啲烧鹅，咁啊都唔错嘅啊。有种风味。喺香港呢铜锣湾避风塘亦系咁样。咁避风塘呢后来呢迁咗上去陆上呢，咁就卖緊呢避风塘嗰时嘅炒辣蟹。所以避风塘蟹就係嗰时呢喺呢个游船河嗰时呢喺度拆蟹嚟食嘅。咁落好多咧香料同埋蒜，咁啊因此咧炒起个蟹咧系相当美味同埋野味嘅啊。咁啊呢种咧就当年咧喺广州咧嘅游艇河嘅风光搬咗过嚟咧香港啊，譬如油麻地、铜锣湾咧都试过。而家咧差唔多咧，好多咧上咗岸啦。上岸先就喺岸上开铺头嚟做，食嘅嘢咧都差唔多。咁啊，以其粥品咧就著名嘅，譬如咧我哋而家叫啊艇仔粥，艇仔粥咧就是、当年嘅艇即系、就是、煲嘅粥，咁里边咧用嘅配料好多鱿鱼啊，好多咩花生啊。等等呢都是卖艇仔粥
当年呢已出名。咁当然呢亦有呢卖生果㗎啦。卖生果之前仲记得我仲有啲鲜蝦，有阵时呢灼啲蝦，或者呢食啲田螺啊，搵支香鸡呢篤啲田螺肉食啊，咁呢都係唔错㗎。咁合时嘅水果呢，嗰时呢就水果嘅艇呢喺海上，咁湖上或者呢啲河流上呢嚟卖。咁至于呢住宿嘅艇呢有冇呢？有。喺广州呢泊喺长堤一带嘅呢都有好多，或者东堤一带呢都有好多小艇。咁佢呢有个篷嘅。个篷呢立青纸做嘅。咁一个中间呢遮住中间嘅艇中间呢一个皮铺。咁租金呢就唔会呢、这个好贵啫。咁但係颇为清洁嘅喺阵时。咁你知道呢醉翁之意不在酒呢，啲人上一艇呢就唔係纯粹去乘凉咁简单啦。咁亦有好多呢係上到去呢就召啲妓呢返嚟呢共飲或者共宿嘅。咁呢个呢唔係奇啦。咁呢个呢就係大致上呢喺广州呢附近呢，或者呢个广州呢嘅当年嘅情况。咁呢种酒家呢种所谓艇啊，咁都系呢一种呢红灯区嘅风貌嚟嘅。咁火灾之后呢，嗰次我都讲咗火灾之后呢就好多大酒家呢同埋好多船呢都曾好多嗰啲所谓妓女嘅艇呢都烧咗去。咁开始呢就沉寂落嚟啦。咁直至到呢20年代呢，咁慢慢呢就嗰、那个大宅呀、妓宅呀嗰啲呢就慢慢呢冇咗啦。咁未讲之前呢，未讲个呢、这个妓宅广州妓宅式微嘅之际呢，我呢就想讲讲当年呢亦有所谓呢花灰。花灰意思呢，喺中国呢三言女拍里面呢都有好多呢啲咁样嘅故事。因为当年呢冇国际嘅所谓选美。选美呢係西方嚟嘅玩意嚟啫。但中国呢佢有佢嘅选举㗎喎。咁呢就係喺妓宅呢，佢哋諗啲噱头出嚟呢，就係、选一啲呢花国嘅冠军。呢、这个灰呢就即係一种呢头号首领。咁所以呢花灰呢就差唔多係选花国嘅小姐。咁佢又唔敢叫做花王喎，唔好睇唔好听嘛。咁所以呢你用咗个灰字。呢、这个呢一讲花灰呢，大家文雅啲人呢知道佢有一个含义，就係、妓女嘅最靓嗰、那个咁讲。咁当然呢花国呢亦係代表呢个娼業，呢、这个娼妓業㗎喇。咁裏面呢，因為當年呢已經冇咗帝制，
咁所以咧喺佢哋嘅稱呼上咧，亦唔會當亦唔會叫佢做皇帝嘅，好多時咧就為之花國總統。花國總統咁啊，總統咧就威啲嘅啊，咁啊選咗出嚟咧就俾咗名。俾咗呢個名分之後咧，好多時就會使到咧嗰啲小姐咧、嗰啲姑娘咧嘅身價咧就高咗。高咗之後咧，有樣嘢好，就咧佢啲閨婆啊，或者嗰啲保姆咧，就會咧等候佢哋嘅成熟之後咧，就待嫁而沽啦。好多時咧，大家都知道咧，待嫁而沽嘅意思咧，即係佢哋賣佢嗰個初爺權。妓女咧，唔係個個都係咁容易賣身嘅。如果嗰個保姆咧，即係個我俗稱為之閨婆咧，佢覺得呢個係有一個呢、這個好美麗、好美豔嘅態度，好温柔。而且咧，知書識墨嘅話咧，佢待嫁而沽咧，就唔會咁簡單、咁輕易咧，就將佢賣俾一個人嚟開包嘅。好多時咧，要看啊嗰個人，即係個可能係富户啦，可能係才子咧，咁出得幾多錢，咁啊價高者得，咁啊亦有咧視之為一種貨物咁樣啊。咁樣嘅態度，咁啊而家嚟講咧，即好似女奴咁樣賣女奴嘅一種咧姿態啦，咁啊唔係好，而家就唔係好咩噶啦，唔係好贊成。但當年咧，事實上咧呢種咧技業咧，好多時咧就靠。呢啲咁樣樣嘅賣初夜權咧嚟牟利，咁啊嗰啲姑娘點解會肯出賣佢嘅初夜權咧？好多時係佢哋嘅父母，好多時咧係因為欠下咗一啲咧錢債，咁啊賣女咧嚟到去咧還債。啊，以前嘅人咧欠債嘅心態同而家唔同，一有債咧就周身唔安樂。就要還嘅啦，就唔賴得債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啲女咧亦自告奮勇，為父母親唔好俾人欺負咧，亦自己獻身出嚟，投入去呢啲咁嘅商業，咁啊希望咧賣翻多啲錢。但係咧最受得益嘅咧，都唔係佢父親母親佢嗰邊，而係咧係嗰啲。經營者咧係得益最大，所以咧亦係一種咧好大嘅剝削啊！呢啲咧好多都大家都明噶啦，呢啲咁樣嘅情況，亦好多故事。呢一種咧喺宋朝嗰陣時候咧已經興噶啦，咁呢個名稱咧喺文學上、小説上咧就用咗兩個字，就叫梳籠。梳咧就梳头，梳头个梳木字边，流水个流唔系三点水个梳，龙咧就木字边做个龙，一条龙个龙叫梳龙，俗语就叫梳龙，读咧可能梳龙。咁啊呢个梳龙咧系一般咧就系嗰啲琵琶仔，所以琵琶仔咧就一般十二三岁啊顶龙啊。十五六岁，咁保姆咧就会为佢咧揾一个头好主，佢哋嘅话叫揾好主好主顾啦，嚟到先咧帮衬嚟梳笼嘅，所以好主者喺保姆啊嘅心目中咧就系有钱啦，冇钱咪叫好头主啊！咁啊，第一个咧嘅责任咧，
就所問嘅賣咧，賣點係咩咧？就係呢位係處女，處女咧呢、這個咁樣嘅觀念咧，喺中國嗰個傳統落嚟咧係幾矜貴的，因為咧可能就係一生只有一次，多次都冇噶啦。啊，嗰時未有手術話可以修補，可以咧將嗰個處女膜咧重新安過落去，咁未有嘅嗰時。咁所以咧處女嘅所謂開包就係、是、一次過，即、就、係、是、一次嘅。咁呢有錢人咧，就覺得開包咧係吉利嘅，見紅啊嘛，啊！好似生意咁样有红利啊嘛，咁啊见红，咁呢啲嘢系唔系真系有吉利咧？咁啊见仁见智啦。喺而家嚟讲咧，就绝无科学根据，而且相当残忍添。唔系对嗰个女方残忍，对男方都残忍啦。因为咧要开包咧都相当要。努力嘅，同埋咧，付出好多代價，唔係咁容易嘅。咁嗰邊咧，當然咧又痛到嗌救命啦，啊！但係咧，有陣時做得食得鹹魚抵得渴啦，啊！你冇法子咯。咁啊，開包嘅人咧，唔係神神秘秘嘅喎。呢啲大户咧，通常俾得錢咧，就一定要演嘢啦。点演嘢呢？佢搵咗个妓女嚟开包，啊，之为梳笼，接受到呢个保姆啊嘅salesmanship， 佢咧就会摆一场酒，又叫摆房啦。咁诶，摆房咧就要得到保姆适合呢个条件。啊，就而呢个钱银咧，要得到咧呢个琵琶仔嘅额头同意，你只能够进行噶噃。咁啊，呢个琵琶仔究竟梳笼嗰时系几多钱？嘅身价咧，咁啊算唔定嘅。咁啊，有啲琵琶仔系相当之矜贵。亦有啲咧，未必系个个同等嘅。你看咧，呢个琵琶仔嘅啊，十二三岁、十三四岁嘅知识啊、学问啦、啊，学问都要啊，嚟嘅条件嚟决定。咁啊，当然有讨价还还价啦。咁啊，一般嚟讲咧，梳笼嘅钱咧都会超过。一千蚊以上嘅大样噶啦，甚至乎咧，亦有可能至到5000蚊以上啊，为一个精拎嘅梳笼，精拎嘅琵琶仔嘅梳笼嘅。咁啊，但系咧点都好，唔包生仔，但要包处女，呢个咧系。嗰、那個户頭啊，個副户頭咧，所必須嘅，因為咧佢攞個利是啊嘛，攞個吉祥啊嘛，攞個意頭啊嘛。如果你咧嚇唔係處女咧，喺個佔住嘅床下低嗰、那個手拍咧冇血跡咧，咁咧怕者咧嗰、那個客即會詐刑。即会咧使到嗰个保姆咧有不堪，甚至乎咧动怒，或者咧有所谓搞出唔太文雅或者斯文嘅事，拆咗人招牌啊咁样等等。好啦，咁以下咧我就讲呢啲枪业咧。行内的说话
首先呢，我想讲讲呢，佢哋叫钱呢，就唔係叫钱㗎喎，叫白水。或者呢贴士就叫白水。白水呢，就其实白水是两个字，其实一个字。这个字呢就是白字头下得一个水。咁呢个就是泉字，泉水的泉。咁点解泉水变成钱嘅代名词呢？因为古时呢就货泉啊，是一种呢大家供应出供应的货币来的。咁所以呢而家唔想讲钱啦，好似讲钱呢识感情，又好似讲钱呢好庸俗咁样。所以呢就将佢隐蔽啲，婉转啲讲咗，就叫佢做白水。咁有几多白水啊，咁即係有几多钱啦，几多钱。咁另外一个呢就是保姆或者老保。但这个保字呢是个匕首匕字，就是个七字那个字。一二三四六七个七字。下面一个十。旁边呢有个鸟字，雀着个鸟。这个字是读保。保姆呢日常在我们的讲法呢就叫佢做龟婆。咁啊，呢个宝字咧，其实系一种雀仔嘅名。听闻咧，呢种雀仔咧，其实都真系啦。呢雀仔好滥交嘅。边个实边种雀仔咧，唔系佢队咧走埋去咧，都可能咧接触到、性交到啊。咁所以咧，有呢、这个即系杂交嘅女、杂交嘅雀仔。啲雀仔唔雀鸟唔系咁杂交嘅。呢、这个老母呢、这个母咧就杂交，咁所以咧啲人见到咧就借咗佢嚟咧，我哋讲讽刺啊，操纵妓女嘅女性。咁呢啲老板娘咧，佢一生咧嘅行业咧，都系咧训练、教化、中介人，咁在这些这样的行业里面呢就训练妓女出来。当然最初的时候呢是一些呢叫做歌妓。但后来呢渐渐呢就变成呢中间扯线人。咁顺手一讲，其实呢上海话讲扯皮条呢是相当核突的。但如果讲得多呢，讲俗了呢，就觉得扯皮条呢是人都讲了，就没有投意它原来原意是几咁核突。事里不应该讲，正常的男性呢都要避忌。咁点解扯皮条会系咁核突呢？嗱，皮条呢这个皮条两个字系个 B 字嘅转音，即系扯 B。咁大家都明啦，一讲到扯 B 就大家明白。这个 B 呢就系普通话或者上海话呢都用呢个字，这个发音就表达呢这个女性的生殖器，扯个生殖器埋嚟俾你，你话嗰个含义系几咁核突，系几咁粗俗咧？咁所以咧，扯皮条系一个婉转化咗嘅说语言，其实咧后边咧系相当核突。咁啊，又讲翻老母呢、这个母字咧。就当然呢，我哋佢容易呢接触其他鸟，都比其他鸟呢容易交扣。咁佢呢本身呢係听闻呢係只係得雌鸟啫。咁所以呢佢係任何鸟
鸟类同佢交媾咧，佢都欢迎。个万鸟之妻，亦可以话之人尽可夫。人尽可夫个夫咧就夫夫妇个夫。咁啊，所以咧老母咧就系一种侮辱性嘅称呼嚟嘅。啊，佢系一种呢种雀仔。咁但系天下间咧，系事实上。是不会有一种动物或者雀鸟呢是得痴是没有红的、哦。有的有红的。这种鸟类呢是有红。但呢痴体痴性的宝和红性的宝呢相差得实在太大了。在这个体型那里呢实在太大。所以呢啲人唔感觉到呢好大隻嘅雄性嘅母宝呢係同咁细隻嘅宝呢係有夫妻或者同类雌雄嘅关系。咁呢个呢就係、是、一种呢通识啦，一种常识。咁最先呢就喺明朝呢有记载，咁里头呢讲到宝母呢就是他说宝呢就似雁而大，就没有后脚，就没有后的脚趾的，而且有虎纹。后面那两个呢我特别啦，喜淫而无厌，诸鸟求之即就，即是乜都得，唔解。好啦，咁另外呢我哋讲讲呢男性呢就叫做龟公，或者呢叫做大陆母，或者呢大陆头巾。咁原来呢元朝嘅法律规定呢阶级职业呢穿戴呢要分别得好清楚嘅，即係你唔能够着错衫嘅。着错衫又点呢？要罚噶咯。咁原典章咧规定个娼妓咧穿皂衫，即系黑色衫，戴角巾儿，即系一用布咧包住个头嘅一种咧巾。娼妓家长咧，并亲属男子咧，就要裹就包青头巾，即系佢戴佢哋嘅。这个行业要的男子呢出街呢他就要戴头巾。戴头巾呢是要青色的，即是绿色的。那这个呢就说戴绿帽戴绿头巾由元朝开始呢的一种生活习惯或者是法律规定的。那么后来呢就变成一种呢贬词。就是讲这些娼妓的主持人他出街呢他要戴绿头巾戴绿帽，后来变化成绿帽亦引申到后来呢自己的女朋友亲人太太在外面有艳就为之戴绿帽了。那么明朝呢的时候呢相集呢这个元朝的规律。咁洪武三年呢下诏话呢教坊就集恶艺就要青字头顶顶巾喎、哦、系红线搭膊。搭膊呢即系孭住嗰个咁样嘅肩呢就要用红线。乐伎呢就明国冠做背子不可与民差同，即要唔能够同呢良家妇女呢同埋咁嘅装扮同埋颜色嘅。咁令人一阴公做戏子嘅同埋做娼妓嘅呢视为同等，因
因為大家都是表演藝術的工作者，那時候很歧視看小這些人的。教坊就是這種這樣的人的雅稱，還有伶人呢就是要著綠色的巾，以別於呢其他的男人，即是說呢他戴頭上的巾呢要綠色，其他的人的戴巾呢可以是黑色或者其他顏色。那所以呢這個朝廷的這樣的規定呢，令到呢你們我們所謂的性工業工作者呢是受到呢莫大的歧視。亦因為呢他們是很多是依據按這些妓女的賣肉來謀生呢，亦受到呢很多人很多市民呢或者其他人呢的鄙視。咁講到明初呢，就朱元璋對南京的娼妓呢就所作種種規定呢，對娼家的男子呢仍然呢要戴綠頭巾啦。妓家娼家妓家男子同埋佢妻女呢賣笑生涯嘅呢落宮呢，即係嗰啲D打佬呢，一般嚟講呢妻女呢都係歌妓嚟嘅。呢啲男子呢都好陰功，都係要戴綠頭巾。咁因為呢種綠頭巾呢就同好多呢龜呀好多青頭嘅龜呢嘅色同，所以呢亦叫呢啲呢做龜奴，奴隸嘅奴。廣東人呢就稱之為龜公，女士呢就稱為龜婆。佢哋下低做嘢嘅人呢就叫龜爪啦。真係呢相當之核突同埋相當之鄙視嘅。咁呢個呢古時娼妓呢係同戲子呢同埋做呢、這個做戲人呢都係由元朝開始呢係受到呢莫大歧視。我諗呢到咗民國或者到咗而家呢至開始呢從事藝術嘅工作嘅音樂師啊、舞蹈師啊，咁慢慢咧就從西方嘅架構裏邊咧學到嘢，咁啊慢慢咧就減低咗佢哋嗰個受辱嘅情分。好啦，咁我想講多一個咧，就結束今晚嘅娼妓嘅通識嘅第三堂啦。咁講起娼妓呢，好多時呢就係話佢哋呢還花債。還花債呢佢有宿命論嘅講法，即係話呢佢前身呢就做呢、這個欠咗一啲債，咁今世呢點還呢，就用肉體上嚟還俾佢欠債嘅人。咁你喺還花債當然係一種迷信啦，但係啲妓女呢喺佢哋嘅生活或者裏面嘅苦楚裏面呢，就當咗呢個係一個宿命論，係天然定咗落嚟嘅，佢係前世欠落落。咁每年二月呢就叫花神，妓女呢成群结队呢就捧住啲花呢去天后庙就拜神。咁所以呢神像呢前面呢係堆满花，亦呢亦有咁样叫呢
就係還花債。咁咧，我哋稍後咧都會介紹咧，妓女嘅神，佢哋拜嘅神咧都好多下嘅，差唔多咧好多我哋未必定識，但咧我哋之後咧，我哋再慢慢介紹呢個妓女啊呢行業，佢哋嘅行業神，同埋佢哋咧想鞏固或者繁昌盛佢哋嘅行業，係拜啲咩神嚟保佑咧咁。咁啊，今日時間咧差唔多，咁啊，係咁先，同各位拜拜。有機會咧，我哋再繼續講昌妓嘅通識。拜拜。